你好，这位旅客，把手抬起。啥意思？把手抬一下，例行检查。哎呀，不就是安检吗？查吧，仔细查查，好好搜搜后边左边右边，我这还有身份证，89年的，人呢？哎，89年的，上面还有家庭住址，要不要电话号啊？前面的不那么墨迹行不？吵吵啥呀？干啥？查户口呢？你着急，你飞过去啊？保管好你的贵重物品啊，过去吧。谢谢。下一个，树脂。真是的嘞！不是，站着过来，站着，站着，过来。啥呀？手抬起来。啊？手抬起来。抬呀？抬手检查。抬手。抬高点。再高点。哎，别闹啊！我浑身全痒痒，哎。你笑，别这么整，你换下一项，你就收收身得了。鞋脱了。啊？鞋脱了。脱鞋干啥呀？鞋底太厚，怕有夹层，脱鞋。就有个内增高。哎呀，穿上吧。啊，这味儿太大。身份证。身份证。干啥呀？我实名制买的票，要能进来吗？对，还有车票。完了，看，别闹了，前面刷刷往里进，到我班这儿怎么又脱鞋，又身份证，又检票的？干啥呀？你们不喊，他们不喊，注意点素质，大伙都瞅着呢，吓唬谁呢？公共场所，谁瞅我了？谁瞅我了？谁瞅我了？哎呀妈呀，这吵着把火的，谁看不着啊？你的身高和你的身高不成比例呀、啊！那长那么磕碜，还老吵着把我是你家显眼了，我还用你家 WiFi 了，干啥呀？告诉你啊，闭眼事儿啊，闭眼事儿，听见没有？身份证，看看，快！真事儿真多，哎我的妈！我就没见过这么多事儿，给。哎，不是你这身份证有毛病啊？咋的了？这咋还把你职业给写上了呢？啥职业呀？织毛衣。哎呀，我的名儿，我姓织，叫织毛衣。我妈为了给我温暖，给我起这么温暖的名字。这名起的还织毛衣，那你哥叫织毛裤啊？对呀、啊，我姐叫织围脖嘛。哎呦我的天哪，这家长也太有才了，给我起那名儿都大窟窿小眼子的。你这小样就洗缩水了。啊，还起球呢，巴掌还得起静电呢，咔咔的。我说行不行啊？过去吧。我告诉你啊，走吧。你别看我长得小，走吧。人总会学着慢慢长大，走吧。哎呦！反正。哎呀，谁呀？和尚都有啊，天上没天天的没走啊。有病啊！有病啊！哎呀，我刚一睡着，这给我吓的。
姐呀。你跟谁叫姐呢？老妹儿啊。你恶心不？亲呐、啊。你欠削啊。不是，我想告诉你们，这火山太大。对呀，林子大了，啥鸟都有，有喜鹊，有乌鸦，还有老鹰，以为自己是黄鹂鸟的，对不对？车站好声音呢，等着姐给你转身的吧，对不对呀？哎呦我的妈！姐，我看你睡着了，我想勾引你一下。哎呦我的妈呀！我想指引你。你听着没？你听着没？不怕贼偷，就怕贼惦记啊！就姐长得如花似玉的模样，对你们这些什么蜂啊、蝶呀、啊，能没点防范措施吗？看看这是啥？哎呀！哎呀妈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啥也干不见了，洗手间给哪呢？哎呀，洗手间给哪呢？哎呀！哎呀！别夸，真厉害！亲，你咋样？我挺好，看着没，就这个类型耍流氓，大张旗鼓的，一般耍流氓都尿圈的。我帮你揍他去。用不着，没看姐都已经把他摆平了吗？坐。其实，我就是想知道你有没有被震到哦。震到什么？耳朵。什么玩意儿？耳朵眼子。啊，姐你放心，你没有震到。哎年代了，叫姐多老土啊！现在都叫亲，亲，我们都是好朋友了，那我们加一下微信，摇一摇啊！哎，现在用微信太俗气了，我给你留个电话号码吧，我喜欢这个。还是文艺青年。当全世界都在用黑体字的时候。哥喜欢用狂草。哎呦！字如其人，太狂了，姐的心跟着你狂狂的。哎，你是大夫吧？我跟大夫使的工具差不多。亲，既然我们都这么熟了，又聊得来，不如我们去喝杯咖啡。赶时间。那好吧，一定要记住铃铃哦。铃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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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铃哒铃哒啦。这眼病儿，哎呀妈，这眼给我喷的。里面生姜片的辣根儿的味儿全出来了，他这玩意儿真有劲呐！这是我原来坐那地方不？那我说你呀，就带那挨喷的样儿，啊，瞅你长那个样儿，他就带挨喷的样儿。哎，刚才喷我那姐呢？喂，喂，啊！看不清啊，那20000块钱呢，在我兜揣着呢，没事丢不了，丢了就当丢零花钱了，咱家不差钱儿啊，没事没事，你放心吧，一会儿到地方给你打电话啊，啊行，我躺着我迷糊一会儿，有点困，好了再见。哎呀，钱就在这个兜了，迷糊一会儿，哎。就在这个兜儿，钱。小偷！哎呀！哎呀！啊！哎呀妈呀！一个！哎，小偷！松开我！哎，小偷！松开我！抓小偷！你撒开！抓小偷！你抓小偷！你个耍流氓！抓小偷！耍流氓！抓小偷！撒开！耍流氓！抓小偷！撒开！走着！撒开，走着！耍流氓！快咬他！撒开，走着！别问咋回事，赶紧治好啊！放手！对，不是，我没说你们两口对象，我说让你对象。我刚才跟你说啥了？让你不让惹事儿，不惹事儿，你怎么还跟人打架呢？不是，小偷，他偷你啥了？偷你啥了？哎呀，姐呀，他没偷我啥。你看看你啥丢了，
我啥也没丢。手机？我手机在我这儿。在哪呢？这啥？这当了当了。哎呀，亲。嗯、哎。我手机呢？你手机在他那儿呢。你还我手机！我手机。我没有。你有？刚才我看你用打电话来着。我用打电话人是我自己的。哎呀，这不就是我的吗？你看看，这是我的。哎呀，你看我还能插进去，我还能拔开，就是我的，就是我的。刚才你说你没有啊？对，我说你没有的。我说我没有拿你的手机。就你那小样的，一开始吧，我以为你是奔着我的人来的，没成想是奔着我的手机来的。我奔你手机干啥呀？哎呀。那你那意思就是奔着我这人来的吧？亲，你什么想法？嗯，太过分了！你竟然用这种卑劣的手段拉近你我之间的距离，对吗？哎呀，姐，你哪来那么大自信呢？你就把你和手机摆一块儿，我拿手机，我不拿你呀！哎呀，你不光长得磕碜，你说话也难听。哼，怎么样？让我给炸出来了吧？来。跟我上派出所啊！啥事？别动，送派出所，你得我送啊！亲，给你个赞。世界上像你这样人泛滥起来，我们的世界就好啦。就完了。哎，等会儿啊，不对，有点懵。你懵就对了，我清醒啊！哎呀妈呀，大哥你低了你呀、啊，你英明啊你呀、啊！姐，你看咱捋一下子啊，我帮你好好捋一下子。你想啊，如果我偷了你的手机，我抱他腿干啥呀？你想啥呀？明摆就他偷的。哎，我知道了。嗯，原来是你。对，他想跟我抢你。哎呦我的妈！哎，住手！大伙儿听我说句话行不行？我跟你们解释一下，我跟这个手机之间到底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关系？对呀、啊，你说说你跟手机之间存在什么关系？我和这手机是缘配。我手机，站住！立马我给你们解开啊！我鸡巴，里面有微博，站住！有我的微信。还我手机！最重要的，我给它恢复出厂设置。走你，多狡猾！出厂设置一恢复的话，就不知道是谁的手机了。指着他找对象呢，还我手机，还我手机！哎呀，你哭啥呀？我这手机这一下成砖了，就不能用了。找你的。哎呀，原来是你！哎呀，我一猜就是你呀！你这个小犊子，这样把我打的，这样把我打的。超不要脸的！来，看看啊，我来，快，就是他。原来是你看没看着啊？哎，看没看着？他们以貌取人呐、啊，就是他，该活该。哎呀，哎呀，哎，走，轻点。禽兽，别打我脑瓜子！你栽赃嫁祸，对，不是好人。对，川，你是车站好声音，姐都为你转身了。有乌鸦，还有黄鹂鸟，我就没成想，你这一只小小的耗子，竟然干出了猫头鹰那么大的事儿。我长得就惹事儿啊！真差事儿！哎呀，听得真得劲儿，亲姐呀！把姐去掉，叫亲。